近年主力在内地发展的细细粒，经常直播大饮大食。不过经过一年的时间，上个月他就公开了最新的体重是99公斤，已经成功减了接近70磅。早前有网民在大排档偶遇他，见到他上半身仍然圆润，但对脚就瘦得好得人惊，令到不少人担心他的身体状况。而近日他就拍片记录化身成为唐朝美女的过程，经过大改造的他明艳招人，和之前在大排档的残样完全不同。